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我是贵宾小封面仔啦。我们今天就来玩这个什么 game 啦？哎呀，随便啦。我们要玩 online 啊，还是要玩其他的？我不知道啊。感觉不要玩 online 先，头痛啊！你要玩 online， 那些人这样厉害哦。先玩自己一个人吧，要等他 loading 一下， loading 再 loading。 6.5 hours later， 好了，我们终于进到我们的 world 了啦。其实我之前已经玩过一下了，然后呢，本来我有拍的，然后呢，那个嘟嘟嘟嘟啊，结果我 delete 了那个 video， 他妈的！所以其实你们看，我现在已经 level 4了，看到我的人物很美很美的。然后那天一下子给一个蛇咬哦，诶，在冲在那个森林里面给一个蛇咬到谁了？现在要重新玩过。要重新见过那些东西，什么都没有啊！要去打一棵树先。打手都痛了哦。真人样子打给我看，我讲你厉害呀！这个 game 大概就是在讲你要怎样。哎，我的斧头要 fling 啊！这游戏就一个循环率样子的，跟你讲，就是哎，什么循环呢？就是砍树抓恐龙，然后吃东西；砍树抓恐龙吃东西；砍树抓恐龙吃东西，就是这样。玩久了才会想，可是现在我们还没玩久吗？我们来建物质了，建物质需要很多木。哦，拿到一个 metal， 就是铁。哦，看来也是要用的。砍树的节奏，要我们建的目标是一个屋子加一个恐龙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要抓多一点东西先。我知道你来了，你们是谁？不要这样啦！一开场就杀我。我这个高 level 的spawn点来了哦。那些怪物啊，每一只 level 都高到吓死你啊！哎，他肉哎，哎这个，切两块皮。我看我们此地不宜久留啊，糟糕。哇，前面一只。先看一下几点，我先。啊，冲啊！哇！Oh my god！ 我要死了。
恐怖哦，那音乐。不要这样欸，不要死欸，辛苦了欸。做个 campfire， 然后做一个 foundation， 然后这个做多几个。我恢复生命快点，恢复生命快点啊！哇，前面又一只，靠！哇！到底这边有导致这种哦？我老欸，换一个地方有放到酱油碎。阿布雷不好吹啊，你是王怕，王怕一些不该来的人，这个一定要抓恐龙最重要。哪一个先？多少钱啊？不够听。啊！你们不要过来啦！怕你们了啦！才玩了那一两，才玩了这五分钟吧，我不到啊，就给那些恐龙杀到死了，刚才。不这样欸。看我讲错人，一来就像吉他塔了。十多点石头，我们先来做一个屋子吧。我们的 foundation 方。要先拿啊！把那先放这边。OK。然后 roof trough 就放这边了。不够啊！不够。要什么？要什么材料啊？要 touch。我们屋子那可以降小，豪宅来的吗？豪宅来的吗？降小那也可以啊。我们豪宅来的，天啊！喂，不要 lag 啦哟！不理这样多了，做一些围栏出来先，要标记。哇！没有讲我在哪里，我那只我们垃圾就在那里。哦，照这样看呐、啊，我不会看地图哎、欸，怎么办？算了，垃圾丢放留
那的就是80、70、75、76这样，龙的就38这样。OK，home，SM，搞定，收起来，拿出我们的那个，丢丢丢丢丢，不够。我老这样容易不够材料。Touch 不够。12 seconds later。OK，上面变破东西先了。玻璃啊，玻璃破啊！耶，我们终于好不容易的待到去早上啊，又是出去的时候了。然后刚刚我们就 up level 啦，我们就购材料做门，就来做门，然后还要做那个箱子诶，nice one，我们还要做箱子，箱子要什么材料？哇，免加。老祖先，我们今天目标是抓到一只恐龙，不理什么龙，嘟嘟龙也可以啊，嘟嘟龙、嘟嘟鸟啦，哎呀，跳唔跳诶？唔是跳唔跳啦，跳袂跳啦，真诶，哈咪这个叫咪该叫咪该，我也不懂我在讲嘛，算了。全部语言方，全部方言都半桶水，只有广东话会比较厉害的。大家懂什么叫半桶水？不懂继续谷歌搜一下，应该有啊。没有再问我，去 video 下面留言啊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一定有的啦，半桶水。你是马来西亚人，你就知道啊。你不是马来西亚人，你应该也知道了啦。Let's go, boy。74应该够了，这样多子弹。现在是要找他吧？出来！不要说缩头乌龟，你已经是一个乌龟了，不要再缩头了。我看到你了。快点死啊！喂，不是死，快点晕！一来不爆哦，快点晕！快点，我们今天的明星就要抓你了。OK。高点晕鸟，晕鸟就喂你吃水果。然后我先拿一点那个迷魂药，你迷魂到几多%？OK，可以。我先拿一下那个黑色的叫什么一个黑加仑子是吧？总之是黑色的啦，哎呀。就罢了，一般罢了，一般都还没到。龙，你懂我玩了几久吗？哇哦，female，哎，female 的哦，女的哦，怪不得刚才看到我就走了。
什么理论的，女的看到我就转了，那男的看到我就过来。没有啦，就意思讲他怕了我吗？这么讲的。那个 Barry 又不够啊，又要去打了。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配合一下啦，三、二、一，快点啊，有 ，Yes， 你很帅嘛 ，Sorry， 卡布尼。Okay, close. Name your carbonation. 叫王明好。叫怪头啊！怪头，我们的怪头好了。我等了你几久哦？西北北的喊你啊，跟你讲，我又没有安阳班。把他说是那个搞搞那个，走，跟我回家。你的最快速度啊！耶，阿雷布，我们加 stamina， 你的 stamina 太差。然后来做个。哎呦 ，water skin 啊！这 ，OK 啊，不够算了。走 ，Let's go boy！ 我不用跑，你都追不到我。我跑不动，你会怎样？你看，真好笑呀、啊，走路，慢慢的。你看，你看 ，kick 下 ，kick 下这样。哎，谢谢你啦！找回家，我有送你去什么吗？不理，走，你会攻击人就可以了，会帮忙我攻击就可以了。我先回来放一些东西，我 fiber 真的太多了，身上的 fiber。然后还有 high， 我们也有很多 high 呀、啊，不够 high 天。然后他是，然后那个肉去，也是去烧一烧。喂，怎么你怪好穿进来啊？讲价 stop。OK， 今天我们的 Ark Survival 就到这边啦，我们的 Part 1就到这边啦。喜欢的话就 Like Share Subscribe 啦，就这样简单。我们下一集见 ，Part 2见。如果反应热烈的话，就有 Part 2啦，拜拜。哎呀，就这样。